要多讲天王呢。他很听你的话。我是看电视太太嘛。我是看他疼疼我。他太太呀，跟我很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看他了，我就哭了。看他了就看啊，周大哥这人不是很好，假好，哎呀，足听话。哦，我先生走了，他也去，也去跟他拜拜。他安慰我，你不要再伤心了哦。这个路是应该走了哦。叫我好好这样过身体了。周大哥也安慰我这样的，他人不错。这个周大哥很尊敬我，这也奉承我，这尊敬我。咱这阿叔阿叔，他每一次就阿叔阿叔，他喜欢赌博了，卖赌博给他的就好厉害了，很有钱呐。他这个人不错，只要喜欢赌博，什么都不好好学，跟他爱玩票，钱白了，怕麻将也不爱了。喜欢钱白比较快，不会累，打牌坐在那里会酸。他也跟我讲，我不喜欢赌打牌，我喜欢钱白，一千就好了。